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我就叫阿霍啦，咁就係五星健康五星家嘅助理經理啦。咁我主要咧就負責聯絡一啲合作嘅機構啦，就舉辦一啲工作坊啦，或者係一啲健康講座等等嘅。咁亦都會定期去一啲社區嗰度搞啲健康巡迴展覽嘅活動咯。都見到香港好多市民啦，喺購買防疫物資嗰方面咧，都出現咗困難嘅。咁特別係一啲弱勢社群啦，咁其實我哋都評估過咧，特別係獨居嘅長者啦、精神病康復者啦、智障人士啦、低收入家庭啦、長期病患者呢啲人士咧，佢哋都應該優先啦，同埋去重點關注佢哋嘅。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防炎包嗰個製作啦，同埋派遞啦，咁就可以即係令到佢哋有充足嘅防疫物資啦，咁亦都可以獲得一啲健康嘅資訊等等咁樣咯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 Phase Two 嘅防炎套裝，我哋個對象主要都係俾一啲學校嘅低收入家庭啦，咁所以咧都關顧到家庭嘅需要啦。咁我哋首選咧就會有一支大約 1.75L 嘅漂白水啦。口罩方面咧，我哋預咗中童嘅大約28個口罩啦，成人亦都有28個口罩嘅。咁睇下派俾係中學定係小學咁樣咯。咁另外就會有4樽呢啲嘅酒精搓手液啦，亦都有一支潔手液。係啦，另外就係、是會有一啲單張啦，都係有別於 Phase One 嗰個防炎包啦。咁因為我哋呢一批嘅物資咧，其實都係諗住俾一啲學校嘅低收入家庭啦。咁因為 for family 啦，咁所以我哋咧都特別整咗類似一本咁樣嘅經book啦。咁就希望可以即係照顧到小朋友啊或者家長嘅需要咁樣嘅。